一个在药房上学枪，好。在药房上挨打挨打那这些，哦。以前都在大连，我在那黄山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。我们这个十一期的课程是十八分，我们不主，不修不谈论。这个建议个，我也是体会讲，到我这个是性改前的意见，感觉用到，这个行的功夫，跟这已经你内心有到一个自我的感悟，你开悟已经的境界体会啊。所以这个。习性吼，啊，习就即个习性，咱而且咱即个先咱属于个习性，咱是即习性，敢无合理着无好个移移动个，移动啦，移在，啊，然后甲产生即个信心，甲即个观念啦，吼，即习性应该内面个目标，啊，习性到底内面包含着啥物货？是毋是感觉有融合即个内面过程内面，即是无好个知道吗？应该来探讨，我知影是，啊，而且修行哦，伫咱凡夫的这个入座当中，应该是伫这个，来你讲来，应该是咱是温顺境、逆境，这个肉体啊，这个亲情，啊，这个经济，这种种的这个入的功夫哦，一定个，这个课题我是感觉伊用不当到遮，这是够粗的，这是咱心外上。即个心外过程个一个体悟，然后咱我感觉你上辈刚刚是不修不贪，或者已经已经讲到讲，咱已经讲是，咱出现的时候，你是菩萨，你入菩萨心界，哦，咱去体会，咱是咧问咱个觉性，刚刚咱来多一点，无修一用不足啊，哦，迄个佛祖公佛祖公咱等佛去，我们咱们在求经之后，咱就来这个。反正这个是，就是讲那是习惯啦。啊，无论咱，一个是每一个是拢无共，但是拢无共。咱有法去参加这个二代教育吼，第一课吼，迄个叫创立会员，伊讲了一个真好个典故，我在座吼，同学，迄同学都有六十几岁拢是，伊四代教育是拢清朝以上个一个老师个吼，讲咱伊咧这一年。一出世以这个四代、五代、三代、两代，这个家庭修行的道场，应该是一种哦，众满天天，啊是种循环啦。哦，伊刚才讲，哎，未来来讲，请问一下，一出世以后，这个家庭拢无修道的，你哪修道啊？你哪修得来道啊？伊讲，有，啊这个因缘是因缘，伊讲这非常无简单，因为伊清清楚楚伊的行为，他帮助的。把你解释开始，我一讲，无论你生活伫个，有是新德，有是旧德，旧德家庭，伊见面就迄个观念，甲迄个觉性，哦，你互我听讲，这嘛是非常个无简单。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呢，伊无分讲哦，咱好有甲歹有意见，你个意见吼，深度甲伊咱地界个世界来个觉性，来到这个世界一边。今年的这个季节，所以那个这个背后的这个讨论，你们到一个，也算是从那里面我们去讨论一下，咱们亲情有无啦？这个葫芦说，是这问题，那你去论讲，那你去带领这政府是，那你去办的该是办的好，都无人讨论讲，上天人好，上天人不好，上寡好，上寡歹，钱已经不够，不需要去谈那个呀，已经那里讨论到那个。各位，你们去提醒到你，你们个，你个觉醒，哎，安尼是，我许个感受哦，啊，到，嘛是做着提起来大家分享啊，共同来，我们有些人能够指点啊指教一些，还辛苦的一些。欢迎刚才咱前后的昨天哈，啊，来分享，一些健康篇，伊本来就是。上心的法义，要讨论金刚经这科法义的人，要多想不出话。哦，违法的是比较少，违法罪行是比较少，这科就是违法的是比较少，违法罪行是比较少。
今日咱大家会当坐到这听一下，其实咱学校也知影讲，咱每一个人确实有负面一个部分，可能有。现在未听到经文，变得走到余味。只如作者本身伫村拍电视，电影场景，伊在遐，伊家己讲一句话，我听无，我无爱听，啊，都唔免着听到迄落作单一句。其实咱互我感受，足好笑。虽然咱互我是厦门讲，但是恁若较骨来听者，用恁个智慧来听者，报者。但是因为确确实实要讲到这部经典，伊真正个核心点，任何无不破。但是只不过是一个号称经典。但是今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也知影，尤其咱个教育，是偏着每一个人，从幼年受训、读诵、读经，如来识彼时。识见是如来藏这个人，识见了解这个人，这句阿当如来阿妙陀三藐三菩提，这个人带咱阿妙阿当着如来，带咱阿当着弥勒祖师的能量。恁兄弟，恁上惊一盲一众盲啊，相见一盲。今日你上过社会课，来老人家，先生，恁嘛怎讲忘了这事？这是一个足殊胜的天道，啥都未了，也不是咱感悟啦。咱无那么想，所以现在咱无真正来体会。但是你今日甲别人讲咱打败我，反正教学教学，你甲别个比如我学甲真正没有谈工作如何谈来啊？我拢会晓叫他们当来生，我拢会晓指教他们来生囝嘛，讲些道理。咱无简单，恁过去你看几个三祖，我恁过去一个圣经，圣经来到即世即一年来做个聚会了不起，但是恁个，恁我想讲是讲恁时间太晚，恁今日真正恁个懵懵懂懂，恁过了一生，原来爱上我才干，真正。我感觉出好笑，所以我就会勉强讲一句，讲个一个我就要讲，伊若这个人听伊就好啊，伊若一点笑一下，先让我先开始，伊不想来讲个，你修行道，你今日是爱买啥物件，你当是爱买啥物件，你还过去你修行是啥，啊过去你会留三组，我你总修行道，拢是安安详详，你袂过来再修这物件，你去还修好好个。既然要修这地，你着爱真正爱教育嘛，比你上稳定来听，这是一个真重要。但是做事不容易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咱感谢，今日哦，兄弟姊妹，咱当心上，咱不是，咱可以欢喜。兄弟姊妹，未欢喜，未发烧的，可以哦。几乎是安尼尔，吼、哦。不过都要进步，咱从这个学习，这个习，这样子叫做习性问题。习性问题。哦，这五十条五十规定，习性、习主、习应、习规向、习地等等，这五十个问题，这五十个问题。不过今年我五十条我冇背嘅，不过因为里面爱这物件，足简单，你忙咯。啊，所得叫做五十二、五十位，以及十八、五十、十位、十七个，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第一是先，第二是先，第三是先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这一节是，但是我无记啊，因为我也想讲五十二、五十位迄个记个吼，太侪物件，啊，要讲这个题目经历啦，伊对这一直讲出来吼。兄弟，一个运动，这个时间太短，不过你了解这个目标，了解一个方向，哦，
啊，所以你这我无家己，但是伫我的，啊，伫我这份资料内当中，我有弄个下载，啊，这恁查就好啊，恁下载，啊，这你，吼，个实习是，实做嘛，实做嘛，是来改变，哦，实习嘛是来改变，实习要嘛是改变实习方式，哦，你看，哦，改变方式，这是应该是，不过你，嗯。对，恁网络查的嘛吼，去查的嘛吼，啊，因为我下午在想，因为以前吼，这过程中我稍微在丢咧，在前几天讲吼，讲的无比，啊，过去时啊，浪费足侪时间，哦，安尼，啊，可能系，过程中我稍微可能会变方式好了，就是安尼啦吼，不过因为啊，而且所在已经十点啦吼，啊，我们讲各位。哦，你够意啊！哦，就是起码的，来想来对当中，来说一这本书，啊，请这本书一起给咱跟评议，跟评议哈，来这个评论当中哈，所以有必须讲，要特别去等啊，增加发表，那么别人给三四天的时候，这本书出来，后边的都。无进步，啊，安尼年底，哦，要报点钱，还是年底要报的时阵啦吼，这两个，哦，这两个点钱吼，还是歹看吼，啊，希望我大家都能了解的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前倒戳，坤倒戳，一起一番。向家母行三戳，前倒一戳，再戳，三戳。感谢各位。